大家好，我是雪梨舅舅，今天给大家推荐六个23年底最惊艳的 AI 产品。第一个 Screenshot Code， 只需要对网页截张图，然后把它上传或者复制粘贴一下网址， AI 就能自己写代码做出来一个同样的网站。它采用了 GPT 和 DALL-E 技术，不仅能复刻出布局和样式，还会自动做出一些美化。如果你不满意可以提出意见，它就会不厌其烦的修改，不管多么过分都不会像程序员一样和你吵起来。二 ，Domo AI 上传一段视频 ，AI 就会把它自动转化成动漫，并且效果非常好，不仅流畅，还不会有背景闪烁的问题。三 ，Mind Master 意图脑图，输入中国历史年表就能自动生成一份脑图框架，选择秦朝主要事件，智能生成内容，一键思维导图，详细的内容就会被填充进去，如法炮制，一张详细的包含中国5000年历史的思维导图就出现了。按照同样的办法，我还可以用它生成 Java 学习路径、杭州旅行攻略、高中生物必修、如何阅读一本书。总而言之，只要输入主题 ，AI 就能帮你快速理清思路。点击左上角，可以快速转换脑图的形态，把它变成大纲笔记和 PPT， 应用在更多场景。它有十几种 PPT 风格，根据不同的内容主题和你的审美需求一键调整。对某页不满意，点击即可重新生成智能切换布局。生成的 PPT 能一键导出，在其他软件打开播放和二次编辑。除了转 PPT， 点击上方的 AI 按钮，还可以把脑图转化成音频和视频。比如我生成的这张明朝历史年表，我先把它一键修改成时间线模式，然后生成视频。完成后，视频是这样的。我个人感觉效果非常棒，尤其适合这种时间线、流程图类型的内容。如果你不想用 AI， 它作为脑图软件的基础功能也非常优秀，并且简单上手。四 ，Dev， 这是一个搜索引擎，最懂程序员的搜索引擎。编程时遇到任何问题，都可以到这儿来搜。它会抓取官网、GitHub、Stack Overflow 各大技术网站的内容，并用 AI 进行总结，快速并准确给到你答案，比直接问大语言模型更好用。五 ，Hey Jin， 之前郭德纲说英语和川普说中文的视频，大家应该都看过吧？我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低点。现在呢，我们可以改变它，让美国再次伟大。Luohan also turned around and headed towards the large road in the north. Proceed north. 不仅音色一模一样，甚至连口型都能对上。这些视频就是使用 Hey Jin 做的。你只需要上传视频，选择一门语言，剩下的 AI 就会自动完成。它还有一个开源版替代，叫做 PY Video Trans。六 ，Runway 再次升级，推出了 Motion Brush 运动笔刷。上传一张静态图片，使用笔刷涂抹，被涂的位置就会动起来。涂一下这个鸟，它就活了；涂一下树叶，它就动了；涂一下头发，它会随风飘扬。还可以调整运动强度，选择方向，想让它怎么动，它就能怎么动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